以极速飞驰争全力当先。下面我们将颁发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全速战神奖项。我宣布，获得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全速战神的是 RSG 风仔、狼队宁青，恭喜二位！有请二位登台领奖。极狼飞驰、追风逐电、RSG 风仔和狼队宁青同以13张赛道记录，获得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全速战神的称号。请二位共同注视镜头，合影留念。好的，接下来有请 RSG 风仔以及狼队宁青分别发表获奖感言。大家好，我是 RSG 风仔，很荣幸重新获得这个奖项啊，然后。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也感谢飞车官方颁发的这个奖项，还有感谢 ROG， 谢谢大家。恭喜风仔，接下来有请狼队宁青。大家好，我是狼队宁青，然后非常开心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们，感谢 S 联赛，感谢 ROG， 谢谢大家。好的，再一次恭喜二位，请到台下落座观礼，谢谢。也期待二位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有更精彩的发挥。接下来我们颁奖继续，我们将为本赛季获得各项荣誉的选手与俱乐部们颁发属于他们的奖项。极速之胜，一路飞驰。下面我将公布获得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微博最具影响力竞速选手、微博最具影响力爆剧选手以及微博最具影响力俱乐部三个奖项。我宣布，获得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微博最具影响力竞速选手的是狼队宁青。获得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微博最具影响力道具选手的是狼队一。获得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微博最具影响力俱乐部的是狼队俱乐部。恭喜狼队获得微博最具影响力奖项大满贯。下面有请狼队宁青、狼队一、狼队飞车战队运营总监唐杰登台领奖。恭喜各位，请各位共同注视镜头，合影留念。狼队的表现不仅征服了赛场，更是征服了玩家的心。下面让我们有请狼队飞车战队运营总监唐杰发表获奖感言。大家好，我是狼队战队分部运营总监唐杰，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微博最具影响力俱乐部的奖项。感谢粉丝们每天努力的投票，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获得这份荣誉。现场的粉丝以及屏幕前的粉丝们，今天我们共同奔赴热爱，为狼队加油，生而无畏，战至终章。好的，感谢，接下来有请狼队一。大家好，我是狼队一，
首先感谢官方给的机会，其次感谢俱乐部和教练的培养，也感谢粉丝的支持，再感谢华子的出镜吧。好的，感谢一，接下来有请狼队明星。大家好，我是狼队明星，获得这个奖项非常开心，感谢粉丝们每天的投票支持吧，然后我也会在后面的比赛继续加油，谢谢大家。好的，再一次恭喜三位，请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以团队携手并肩而行，速度的极限并不止于个人的梦想，追求冠军的路上更离不开团队的合作与付出。下面将颁发的是2024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春季赛最受欢迎俱乐部奖项，获得这一奖项的是狼队俱乐部，恭喜狼队。下面让我们有请狼队赛训运营总监文蔚登台领奖，有请。加油，谢谢大家。好的，请先留步，我们可以注视镜头合影留念。感谢，同样也是再次恭喜狼队，请到台下落座观礼，谢谢。那在颁发完属于俱乐部和选手们的荣誉之后，我们最后一轮抽奖要来了。各位赛车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抽取的除了独行者车模、机甲赛车、末影青龙之外，还有我们每一次总决赛上一定会给大家抽取的什么奖品？告诉我。OK， 有某观众知道啊，全 T 全 A 车账号，相信每一位来到现场的观众都一定了解它的价值。那我们一项一项来，首先要抽取的是三份独行者车模，来，大屏幕滚动起来。现在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啊！来，三、二、一，停！请大家仔细检查自己的票面信息，看一下自己是否中奖。那出行者车模过后，接下来要抽取的是三辆永久末影青龙。相信这辆机甲大家已经知道它有多么的强势了。来，大屏幕继续滚动起来。三、二、一，停！恭喜三位幸运车手。不过接下来马上要抽取的是今晚最后一件奖品，全 T 全 A 车账号了。这一次让我听到你们的热情好吗？来，这份大奖究竟花落谁家？全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来，大屏幕先滚动起来，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停！恭喜这位全场最幸运的车手，希望这个账号能够助力你征服赛道，畅游飞车大陆。同样，此时此刻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经过了上半场的激烈交锋，双方已经打到1-1平。双狼大战一触即发，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还给今天的主角们。